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郑，欢迎收看《正在玩什么》这个节目。那么本月的《龙迷传奇》又有新的活动啊，叫做冠军挑战。我们来看一下。那这个活动很简单，你只要每天登录，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奖励。那最终的大奖是这一只金牌龙。那这只金牌龙呢，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得到过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有没有？它就在我的仓库里面啊，只是我还没有孵化而已。因为我没有多的栖息地可以养它，所以暂时就不要孵化哦，放仓库就好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啦。上次教大家如何繁殖妖怪龙，那我们这边已经有一组繁殖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来验证一下，到底火龙加上铁锈龙会不会中妖怪龙呢？哦，来准备咯，按下去哦，三、二。一按下去，来来来来，按下去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一天22个小时，来放大，放大，放大，这什么？妖怪龙，我们中奖啦，中奖啦，耶！还没中奖的朋友们，可以尝试看看这个组合，就有机会中奖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游戏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小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祝大家都能够中奖，拜拜。